个就贵20块了。永乐一定是最便宜的。对。永乐是最便宜。就是市场这一只就贵20啊，他卖50。就老师跟你们讲的都是最便宜的。对。然后是出去刚好看到。再便宜的话，就是你自己开一家店，然后卖家一个。批发。批发就这个方法，批发就万一你又看见人家嫌你贵，你就说那你开你觉得合理的价钱我给你买，然后就马上绕跑就消失在你的好，就拆两块布哈。然后这边要烤客啊，烤一边就好了，这边要烤客，这个就是烤客室，两块布，对，然后这个就是，对，都烤一边，这是烤客啊，要烤，所以是一个人两块，那块我要跟你借，可是我这刚刚才四个，我想说，我没有才。对啊，如果是把这个拿掉啊，不想看正房，现在要开啊，这个先讲究这些吗？先练习，先练习的，要不要？对啊，这个那你也有啊，这个他的这个更好，我这个拆掉就好，这里也有，也有啊，对，没有的，那个不要。我现在花的是步骤啊，你可以自己做笔记。其实我已经传到那个项目里面，我是把步骤来画。没有啊，就是没东西看了。我们就可以去加上那个头灯，到时候稍微瞄一下，对，有没有那个会吵，就几个翠菊花，稍微看一下啊。什么回回波波啊，回波啊，龙记，原地，对，真的啊，对，没有，我现在就不可以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所以你就准备单线跟针。我看我看出去，我看太多我要回头。那你开啊，遥控器在那个在窗帘的后面。遥控器在窗帘，另外一边那个窗帘。对。你就给它开一开。然后你就捐两块布，等下去考课有没有哈？然后书缝，等下要书缝，所以准备一根针。所以等一下还要缝啊？对啊，书缝。那我们先去考课。帮我考一下的。考这样一边就好。我交给你了，老师请客。其实考课蛮好玩的啊。真的，对，我为什么？然后帮我烫一下，那个布很松。有写班级电代信，班级都在那上面写，第一块不写就好了，第一块不写，写班级电代姓名。就拿着而已吧。拿着而已。我录这个。拿着，你手伸进来的，然后这是前进后退，其他都不要按，因为他已经在录了的。好，接下来我讲一下，我们刚才说拉链有做一个记号了，有没有？书这边下面，下面就它的延伸了，因为铁环在这里哈。
然后接下来我会车从这边到这边都不要回针哦，从这边到拉链的那个记号都不要回针，回针从哪边开始？从这个记号开始回针，然后一直车到下面回针，这样有听懂啊？这边都不要回针，通通都不要回针，这边开始回针啊！我现在来车。你们学会就知道为什么拉链比较瘦、比较高的价钱，因为它还要一点，还有一点技巧。这边还好，这边就是我只是把它车起来而已。还没有，缩壳放进去了。缩壳先放。对，缝纫机都是缩壳先放。我自己也快不行了，真的超难串的，老师你不是有穿针的那个？没有，我都直接看了。哇，老师你好厉害，这可以预防，需要打灯一下，预防了吗？它针数，它针的方向变了，针方向变，针还有方向、哦、有啊，因为你从这边会凹槽，有吗？凹槽，对，凹槽在右边。这个有吗？为什么它针会跑掉？有人调过啊，有人可能调过那个针，所以我看找不到那个洞。调那个有什么用处？没有，它可能换针没有对准。啊，换针没弄好。它没有对准，所以没有用处，是弄错了。为什么用？一公斤嘛，一公斤歪起。就像螺丝转反一样，就也是先试车，我先试试看。你们就记得要先试车，一定要先试车。嗯，灯，然后你灯不要这样对着眼睛，有没有？你是这样子，因为我忘了有同学这样对着眼睛哦。真的会有这种现象。然后老师，我车完眼睛好酸，我就看怎么回事，因为他这个对着眼睛哦。我也是，真的傻了。然后记得出来之后就是转一下，有没有？因为还有同学不会，他是这样子，那真的这样乱拉，真的。还是有，还有就你，我不是说过踩油门不要压脚，不要抬起来吗？还是有同学踩油门然后压脚，就跟我讲，然后我真的是很傻眼，真的傻。技术高超。他很妙哦，这样缝得起来吗？他缝不起来，他说为什么缝不起来？对，然后还怪我，我说怪我，布没有压着会跑啊，怎么的？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这边就是这边都不要回针，我现在要车起来，然后这边开始回针啊，要记起来。老师，你那边要缝拉链上？对啊，拉链。哦，先车。刚刚我都没回针啊。是要对着线缝啊。对啊，对的线应该要画个线，把线画起来。好，我准备要回针了，我的那个不见了，我的针那个锥子不见了。等一下先前进，然后回针。我那个地方回针就继续回。对，然后就车到底，然后再回针了。嗯，你比较冷静。到那个线啊，好，你们看到就是我出这边才开始回针，就是这个地方才开始回针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撤到下面哈。然后现在去烫台那边哈，然后这些不要动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准备了哈，要把它烫。对。然后把这里要多长？就你拉链的铁环啊。铁环。对啊。你说到这里啊？对。然后就把它这样烫开来，好，烫开来的这样子，烫开来的。拉链的那个铁环。对，大家，所以要从这边开始量，对吗？铁环跟铁环是吗？对啊，铁环。这里两节，对啊。那看出这样子，是不是已经被我烫开来了？有没有？
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手缝了，对，把这个把你的拉链这样拿下来，我蹲下来好，因为我要手。老师，你把椅子坐。给各位一个椅子。对，坐了。高高。好怕你这样子，对啊。就到时候下盘会很稳。拉链不是用车的，用车的啊，先用手缝啊。啊，不是用。先手缝完一点点再车缝。对啊，都是这样啊。先固定就对了。对对，我只拿固定。你有看到就是这已经。那是。然后就这样，有没有这拉链？我刚刚不说就是要对对中心点，有没有？你是对中心点，就是对它的中心点。拉链是有个中心点，有没有？就是对你现在这个中心点哈。然后这是正面，有没有？这是背面，这样知道哈。嗯。我们车拉链的时候，这个叫做正面。嗯。然后被烫开是要缝缝，缝缝这是背面。嗯。你不要车反了，对。车反，拉链就反了。对。然后为什么要先手缝？因为这样会很准，对。如果你害怕看不到的话，你说老师我看不太到，那你就这样自己反过来。好，舒缝。书房还记得吧？忘了。好，如果你害怕，你就这样拉下来，这样子，就拉下。我把拉链已经拉下来了，你就这样缝，舒服。就是随便插就对了。哦，用穿的，用穿的。对。你理解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这样你的失误率会很小，因为我们讲求的是零，尽量少失误。一次成功。一次成功。尤其是完你证以后去公司上班或者去考证照，最好是失误率要少一点。我们应该是不会考的。对。那就至少把它学起来。这对我们来讲有点难度，是很难。上班用不到，那就兴趣。不过这样就会改拉链了吧？自己改，自己改啊，自己弄。自己拉链坏了自己换。拉链坏掉，你要买一台裁缝机，还是去给人家看？总要裁缝机。拔掉就好了。我那两个要用剪刀吧。接着剪刀啊。剪刀。所以它不用打结是不是？不用打结。它只是暂时固定的。那为什么不用这个针？不一样啊。就好像你剪头发一样，或者你画彩妆一样，用不同的东西。哦。所以另外一边也是。对。所以等一下车完之后，中间那条拆掉。对、啊。是吗？嗯。我们很跳。那真是车模之行。等一下哈，我现在对着我在对那个线哈，把它对齐。我们刚刚中间是不是有那一条线有没有？就缝的那一条。你车的那一条线把它对齐啊。剪刀借我一下。剪刀。那个剪刀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要上缝纫机了哈。就我刚刚把它这样子疏缝车起来哈，你们看到前面会这样子。嗯。就疏缝哈，看到。把它
它定出针。梳缝梳完，它的前面这样固定啊，被我固定了。然后接下来我要上，准备要上缝纫机了。两边啊。然后接下来换鸭脚，把鸭脚拿出来要换。你好大一只，完全挡住。锥子给我呀，锥子。换了吗？锥子吗？啊，是锥子吗？对。我自己瞧，然后呢，把先关电，接下来换鸭脚了啊，鸭脚准备。鸭脚怎么？这边是螺丝在这里，螺丝在这里，好吗？就是它。然后电源要先关哦，你不要没关电源就再换鸭脚。等一下手背。然后用完之后，记得帮我把那个鸭脚要换回来，我要大只的。你就记得鸭脚要大只的。哦，原来叫什么？小只。对呀、啊。哇，好大只，太小的。因为我小只可以，另外还是要大只。这大小差那么多。真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等下换最小的，最小的。好，就这样摆旁边嘛。拿出来一点。鸭脚就是这样，你要对好，然后这样，到时候换回来也是这样对好那个洞有没有？洞对洞，然后这样下来，再把螺丝锁起来哈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这样。哪里有洞？这边有个洞吗？这边是有洞，那刚压脚处有个洞，有看到？洞对洞，这里有个洞啊，有吗？这个洞，哦，洞对洞。那它那个洞是朝外，朝外？朝里面。哦，自己啊，朝里面。对，有没有洞对洞？看到洞有在动。洞哪里？洞对。你镜头这样子。然后你就压脚，就这样站，然后就开始锁了嘛。我都没有动到压脚，我开始锁了，然后这样锁进去。这样知道怎么锁了吧？啊，锁不要太紧了，刚刚好就好。老师的跟我不一样。然后压脚抬起来了，准备要车了。然后这个是单边压脚，等一下我车的时候有没有？那我要准备做一件事情，剪开吗？对。我刚刚说这边一开始我这边没有回针有没有？嗯。所以我这边可以剪开来，然后剪到刚才我那个回针的地方，那个头的地方有没有？就是刚刚有回针，我可以把这个剪开来。等我一下。剪开了。用这个。因为我要准备车哈，你可以用那个锥子把那个线把它挑起来。老师，这只是本来就歪的，还是故意弄歪的？被学生弄歪的。因为那一只啊。对，本来它都是直的。你是说那个锥子啊？锥子的头。那只啊，就是我手抓快一点。你是有紧张吗？你照片快点。没有，我用锥子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力道控制好，因为有一次我没力道，没看我整个把布都被我拉裂开了。是你车起来要把它拆开来。对啊。是这样吗？对啊。好，我先车这个地方。我先车这个地方啊，然后就把这个，因为是单边压脚嘛，就把压脚这样下去。啊，这样子啊，因为我的口在这边有没有？我都先车左边的啊，先车右边的啊，因为我的压脚它是单边，所以我从这边开始车。嗯。我分段车，这最保险。然后先把拉链拉上来一下。
还是要点掉重点。真的，才不要自己缝，太累了。已经缝一条线还要拆掉。对啊。我们还是给专业的一点信心好了，给他赚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准备要扯，等我一下，我在试验。其实用我灵魂。这一台好用。好，我要准备车了。要拉起来。等一下会拉开啦，因为我现在在调那个方向。因为车拉链不要车到这颗头，有没有？也不要车到刚才那个铁环。因为要把线拆开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如果你车到铁环，有没有？或车到头，这两个会一起断掉，就是针跟这个会一起，两个会两败俱伤，一起断。所以一定要。对，所以我在抓，你看我现在摸着，我在摸那颗头，贴那个头在这里，我用我手在摸哈、嗯，所以你千万不要一下针就把那个铁那个火，那个头，所以万一你害怕的话，你就先摸头在哪边，我在摸头哈、嗯，然后再把那个针，你若害怕就先让针先下去。啊，为什么不翻过去那边就看得到？那、嗯，因为车这个一定要正面车。哦。为什么要正面车？因为你要去看那个。拉链露出来的位置，如果我反面车有没有？我根本看不到那个，我看不到那个头，那个头在哪边？哦，这个在这里。好，我就开始。我趴着，那你们都看得到。好，那我就回针，好，一样回针。可以开始要回针。好，然后你可以开始这样，稍微给它一点。你就不要太快，慢慢的车。好，这边可以这样下来。嗯。等会我再拉拉链，有没有？闪过，好，可以动。会不会吹起来，拉链拉不起来？不会，不会。我是说我们呐、啊，老师当然不会。然后就车到底哦，哈，车到那个底。又回针，然后再回针，对，所以才要用锥子稍微帮你们试，好，这样就好。我们只会，然后准备另外一边的，对不对，老师？我们可能会测到不平会蹦起来，会不会？很难。这个我不知道。你这个头要过头，要过头。对啊，会不会蓬起来啊？会歪掉。为什么就要这么难的？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接下来我要怎么办？接下来你看我这边是已经车好了哈，这边是多的线，不要管它。我这边是车好了，有没有？我现在要车这一块哈，然后这一块的话，我把上面稍微这边有点多，稍微拆一点点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让这一块布有没有把这个头盖起来。嗯，我这样头是不是没盖起来？对，是不是露出半边了？有没有？所以我让它头盖，我就稍微把这个布稍微调一下，然后就是我只把布跟马稍微加胶过来一点。哦，它这样子就盖住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你这时候再调一下，因为你开始调的话，你可能会歪掉，有没有？所以我最后再稍微把它这样拉过来，我告诉他说你就是这个位置这样。好，然后你再开始扯。然后测的时候就是这边，你看你的那个这个压脚的位置有没有？所以压脚位置我要这样子测，因为它是靠旁边的，有没有？所以我这样测下来之后，我这边要这样测到铁环的这个位置有没有？它的下面帮我测一条横的。我的铁环在这里有没有？我两位测到铁环，经过铁环之后，从它下面这样过来，然后跟它连在一起。铁环的下面哦，不是铁环的上面哦，就是一个么字形。对，上次那个么字形的，它就是么字。那个超难的啦哦。所以看你没有练过那个，就接下来就要怎么扯么字形，就用在拉链上。然后万一怕会扯到头，就把头先把它叫下来，先拉开来啊。叫下来。对，把它叫下来。下来。好，就开始扯。然后我在摸手，我在摸那个环在哪边，因为上面有个铁环在这里，所以你要摸一下在哪里。好，你害怕的话，也是先把那个针先戳好。然后看我手在摸那个铁环，好，然后就开始扯。铁环在这里。好可怕嘞！
然后就看，哎，铁环在这。好，我手在摸呢，我手在摸，其实就是铁环的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的位置，中在中间的。你看我手在干嘛？其实我在摸它，这样子。要慢慢用。对，要慢慢滑进去，有没有？车到那边去，才会漂亮，才会。有没有看这样是不是？有吗？有。因为我手，你看我的手在这边摸它。如果你害怕，你就用那个这样，你就知道位置在这。然后要准备啊，把它拉上来。有没有？这就很漂亮了吗？这边已经密封起来，然后继续下去。这铁环在这里。铁环在这里啊！难怪我说超过铁环了。我准备这样，有没有看到这样？转。有没有看到转哦？我是过了铁环才转的。不会打到它。你要量好一下，然后有点太过来可能会碰到它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再给它一针这样的。再给它一针。下面一点不要太靠近，下面也不要太上面。对，就刚刚好。反正不能压到它。然后刚刚其他铁环在这里，然后你没办法，你就用手动的，你真的没办法，你就手动。可以可以啊，慢慢走，手动啊。对。过桥都是用这样，过桥都是用这样一下就好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要跟刚才你那个汇合了，有没有？两个要合在一起。那真的没有回针吗？准备回啊，我汇合了。我现在跟他已经汇合了，有没有？然后我准备要回针了，这时候再回针。好，就结束了。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这样拿起来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就好了。很简单，对不对？那就。你真的。然后我给你看一下。我有个问题，这里没有蓝的吗？对，没有没有。开个玩笑。然后就把多的线都剪掉了哈，把多余的线，还有刚才你的补充线，所以这个就完整了。对，然后就你最后，哎，在后面，你就是看看怎么拉得起来，有没有？你看这样，对啊，我有没有做很顺？拉起来就拉起来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就帮我把杂线都剪掉，这样拉链就完成。万一你车完这样拉不起来，你就重车了。为什么拉不起来？就是你可能卡住，或是你有布，你有布罩卡到那个齿轮，所以为什么你会这样拉不起来？前面这个怎么都剪掉吗？这都剪掉的。然后你剪掉，你不要剪错线哦。你不要把自己缝的都剪掉。我剪就是剪什么？之前我刚才疏缝的那个线有没有？它是，这是疏缝的线。妈字形是从这边就开始回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是在下面，是从这边开始回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然后你抽完之后再帮我把那个压脚这样子换回来哈，你不要就没有换就把它就让自己走掉，换回来这样就是马达先关了。那下。就是这样吗？这里回针对，这里对。那我觉得我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它弄不下了，是骗你啊！啊，压脚，以后可以下线，然后就这样再装回来了吗？我会换拉链，然后就手机的摸那个铁环的位置啊，然后这样装起来，这样就装回来。这小给西亚铁皮壳，那再拿大只一点，要拿大只。大好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下这个，就是车好的拉链哈。然后那可以关了，对不对？这样。老师，这是期末考的成绩吗？不是，这是期末考其中之一啊。这是其中一个、啊。这是下礼拜才交，可以关了，可以关。因为我们是对啊，比较轻松啊。